无情即无种，无性亦无生。一，佛性来讲，一，法性来讲，它无所谓有情，也无所谓重因啊。一切无当中，不爱有情啊。下菩提种，亦无下种之心啊。这才是真正的无为。所以呢，也没有所谓的有情，所以是无情，也没有所谓的下种，也没有所谓种的因，无性亦无生。所以以因来讲，众生因为有无明，所以他在无明当中给清净佛法叫菩提种。那如果破除了烦恼，破除了这些造作的概念之后，你并没有因地不因地的想法，所以其中不谈性，不谈佛性，也不谈生不生的问题。这两句话，无情即无种，无性亦无生，其实就是在破慧能前面的何其自性。这个偈子，他怕慧能会陷入到何其自性，他会肯定有自性这个东西。因为慧能说了五句，他说何其自性本清净，本自清净，是不是何其自性，是不是有自性？哎呀，我有这个佛性。何其自性本不生灭，原来他里面呢觉性常住。何其自性本自具足，圆满具足一切。何其自性本无动摇，是不是还有自性这个东西？何其自性能生万法，是不是由自性生万法？所以五祖这一句是传法偈，是传给六祖的偈子，是在破五祖，破六祖，他双破。同学听懂吗？他在双破，因为交代你众生是有情，你要下种，他们跟你一样在因地果还生，他佛果智慧现前，这是交代你，你要生其心。但是呢，又怕你陷入了我要传法，我有自信，你也有自信，因为自信在自己真正安住清净自信当中，无自信可言，无性可言，不用在明心这个动作，也不用在见性这个见性，所以才真的称性，它里面才是毕竟空。所以他第二句像无为法告诉他，无情即无种，无性亦无生，是双破，要破慧能何其自性，破慧能有自性，怕他进入有自性这个地方，就是真正的离相，破果还生啊，破除因地，破果还生。中间不谈自性，也无生。楞严经里面讲，圆满菩提归无所得。菩提无形无相，众生所有一切在因缘法，归无所得。心经里面讲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是不是两个都是比对？在这里面根本就毕竟空，所以这个是真的无住身心。这六五祖传六祖的这个传法偈是真的无住身心，真的提息六祖。那接下来呢，祖父曰：习达摩大师初来此土，仍未知信，故传此一以为信体，代代相承。法则以心传心，皆令自悟自解。自古佛佛为传本体，师师密付本心。这个时候五祖忍和尚又说了，在过去呢，达摩祖师初最早的时候来到中国这块地方，人们尚未相信他所传的法，所以后来他把这个法脉传给这个二祖可法师。这个时候呢，所以用这件祖衣流传作为凭证，
乃是为了要取信于所有的大众。这个代代相承啊，代代传法下来，事实上呢，法则以心传心啊，事实上佛法是以心传心的，它并不是为了要传这件衣裳，也不是传这个钵，都是要让众生，帮助众生能够自悟自解，能够看到自己，能够悟得体会啊，自己真实的去了解。所以呢，自古佛佛唯传本体，自古以来佛佛相传都只是传佛法的本体，就是悟见众生本有佛性，师师密付本心，所有的祖师啊都只是秘密的托付这个本心，其实没有一个东西可以真的拿给你啊，这你能不能悟到了。《血脉论》里面有讲，三界兴起同归一心，众生会有三界啊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会有九法界，二十无我，二十无有，这些同归一心，都是这个心在运作。如果我们能够自悟自解的话，这个就是佛法所传来的。华严经里面讲，若人欲了之，三世一切佛，因观法界性，一切为心造。因观法界性，一切是空的因缘法，那我们众生在里面呢，一切为心造。那这个地方《血脉论》里面又讲，前佛后佛以心传心，不立文字。前佛跟后佛所有的祖师也都是要让众生能够自悟自性，这个清净的佛性。那说到这个佛佛唯传本体，师师密付本心，我们就来了解一个夹山啊，夹山禅师悟道的因缘。不是开悟的人很会讲经，没开悟的也很会讲经，这个夹山就是这样。他是怎么悟开的？当年呢，当年有个药山禅师，他座下有三个弟子，一个叫道无，一个叫云莲，一个叫德成，这三个。那这个三个呢都悟开了，悟开那当然师父就叫他们弘法去也，各自到找一个地方去当大和尚，就是开山祖师。这个道无跟云莲就真的找了一个地方开始弘扬佛法，唯独这个德成他不愿意，他就去当一个渡轮渡船的这个船子，就是够准啊，跟人家渡过岸啊，摆渡啦，摆渡。他不想去当什么大禅师，那他就跟这两个师兄讲，他说他日后知我所指之处，若欲灵犀作主，指一人来，或堪雕琢，将受生平所得，以报先师之恩。他说你们两个啊，你们知道我在哪里哈？那以后哎，如果有真的那个上上根器的哈，啊，报几个来啦，啊，报几个来啊，有办法我把平生所受的都交给他传承下去哦。因为你们都是开山祖师爷，一定不难嘛，啊，我要报师恩啊，我不能自己带着自在而去啊。所以呢，他就这样讲。那时候的啊，就是那个时候，他就跟两位师兄弟这样讲。话说有一个叫夹山禅师，夹山法师啊，啊，这个夹山法师当时就非常有名气哦，坐下好多人都去听他讲经说法，因为三藏十二部用读的，你妈妈讲啊，足水亏的了，对，哦，对呀，啊，你引经据典也头头是道啊。那有一天啊，这个道无啊，就是他的这个师兄弟里面那个一个道无，道无哎，就去那个地方坐在下面，他坐在下面听这个夹山法师说法。其中啊，在座有一个出家人，他就提出一个问题，问这个夹山
他说如何是法身？假善就回答，法身无相，应丢我假准没错。还要问如何是法眼？假善回答，法眼无瑕，没有瑕疵，无懈可击，应该很好的回答，是很好。那后面就有一个和尚就哼哈哈，是谁？就是道武，道武的那个球啊，这个球啊，这个笑出来，这就是道武。那夹山呢、啊、讲完之后就很谦虚哦，哦很谦虚啊，到很谦虚到这个下座的这个地方，问这个和尚，就是问道武，魔甲是来只对这僧话，必有不是，致令上座失效，望上座不吝慈悲。他说魔甲就是我啦，我们现在都讲墨学啦，当时的语词叫魔甲。他说魔甲刚刚啊，就是为了那个问问题的僧人来回答，那我里面一定讲的不好，所以你才会失笑，你才会笑出来。那请上座，请你慈悲给我指点，这个风度是不错呢。道无和尚就跟他说，和尚一等是出世，未有失载。他说和尚您啊，一等一的说的出世间法，你说的都很好，都没有错，可是呢就没有好老师给你教过，意思说你没有悟开，你没有师承啊，你没有老师真的教过，因为听有的有，无的无，开悟的人听有，不开悟的人听无、啊、那这是夹山就问了，魔甲实处不是，妄未说破，我哪里错了，请你指点我。他有这个虚心呢，其实自己悟不悟知道，诶惊吓没惊吓，查了吓啦。然后妄我说破，然后道武就说，魔甲终不说，我不爱跟你说，请和尚却往华亭传子处去。因为当时呢他看诶这进来，他三藏十二部都准备好了。然后他说因为他的师兄这个德成有交代嘛，这个给补起没卖。你就说魔甲终不说，我没跟你说，请和尚却往华亭传子处去，因为他当传子在那边啊，也就是说我不说破，你自己去找德成好了。那这个夹山哦，他因为他理各方面的文章什么都讲得很好，可是这是运作啊，这是准备功夫啊。你度掉的时阵，你心静不静？度掉的时阵，你到底是不是能够真如体现？那个宁静啊，那个东西在不在？所以呢，他就这个时候啊，这个夹山又问：“此人如何？”啊，这人安怎？啊，可能要问他，要说我要去找个人啊，这个人又怎样？啊，这个里面的此人如何？当然你可以有很多很多的。哎，这个回答啊，这个道武就跟他说，此人上无片瓦遮头，下无着锥之地，这个人他确定没有片瓦给他遮头，而且下无着锥之地，他没打在头卡。这个双关语呢，他就在准定当船夫，当然没注定，一马不打在头上，这是描述他的境况。但另外是在描述他什么？完全无障碍，这样的意思嘛？你不用有地踩着附着嘛？你不用有天来为你遮止嘛？他就回答这样。然后呢，这个夹山哦，当时架子很大了，因为徒这个信众一堆啊。这个信众大师不一定是大德呢，像这个德成啊，这个传子德成，他就不愿意去当大禅师，
所以呢，他就跟他这样讲，那声望很高，排场很大，这个夹山啊，那要人家给你点破，有时候面子也挂不住。但是这个道无禅师一看，这个应该要点破的嘛，就差那个临门一脚，你丢不丢掉这些东西，就差那临门一脚。所以呢，他就跟他说哈，你这个状态啊，他当时这个样子，然后道无就跟他说，你不能够这样去，你不可以这样去，因为你排场很大啊，信众一堆啊，大队人马去礼拜啊，去朝圣啊，这些都不对。他说你不可以这样去，你要把你的名声啊、身份啊、地位什么都拿掉，而且不能摆大法师的架子去，你必须要怎么样，散众树桩，山乃散众树桩，直照华亭。之后这个夹山呢，他就把信众就不要跟了，然后自己穿得很简单，那 直接就去华亭这个地方，就是改变身份就对了。可是去到那里，骨子里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。这个传子德成看到他，便问大德住什么寺，大德你去住在哪里，习气就是习气，他这样引寺即不住，住即不寺，哦，对他有够好，你都找不到，你都找不到他破绽去说他了。他说如果住在任何一个境界里面，那就不对了。所以是他讲是你是住在哪个是啊，他当然也很讥讽相对，他说是即不住，我没有住在什么是，意思说我有事我心也不住，住即不是，住了之后就不像是，相似的是住了就不对了，我的心就不对了。两不障这个时候呢，这个时候德成啊，德成又问他，不是又不是，德成说你到底住哪里，又对又不对。他说不是又不是个什么，你是在说什么。然后夹山又回答他，不是目前法。哦，是这很难剃头的，这种人就那种说是伶牙俐嘴。他就说不是目前法，意思是说不是又不是个什么，你是从哪里学来，什么是不是飙来飙去飙这些滑头话，你是从哪里学来的。那他说非耳目所到，就是不是眼睛，不是耳朵可以听，这些感觉这些都不是。哦，你这样哪有啥，你没有地方可以插他，你知道对不对？像这种人平要崩的点点，像这种六祖慧能也有碰到，像这种说到一大堆话的，瞪给你瞪给你熊熬，对不对？你永远带那个架子嘛，就在对那个东西。他说非耳目之所到，就是反击这老和尚，你这老和尚没下手之处啊。这个时候啊，师曰，也就是这个德成，德成说一句河头语，万劫戏驴绝。这句后来很有名。一句河头语，你讲什么什么都对，讲什么都讲得这么明白，这么肯定，这么都对。你万劫，你生生世世都像驴子、牛、驴一样被绑住了。你就是那根绑起来那根柱子啊，一个木头。再让人家拴着固定牲口的那根柱子。他就说万劫戏驴绝，这句话插到他啊，你说的都对，但是你不是，意思就是这样。这个时候这个夹山插一下，因为一句河头语你什么都对啊，万劫戏驴绝，这个地方就是你说的这么明白，什么东西都讲得这样的圆满，
那其实你是绑死的，你只是那个绑深处的那根棍子而已，拴在上面啊，因为你执着法。这个就是刚刚有情来下种，因地果还生，无情即无种，无性亦无生。五祖要破六祖，何其自信，你还有自信，就连那个自信都没有才真自信啊。那你这个是为物，只是用佛法搅舌根嘛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啊，在玩这个花样，这个夹山就愣住了。是啊，哼，三藏十二部拢背个写写写，又如何？他愣住了，愣住住了。这个时候，德成呢，就传子德成，他就平静的说：“垂丝千尺，意在深潭；离钩三寸，子何不到？”他说：“钓鱼啊。”讲功夫啊，你钓鱼的时候钩子放下去，你主要是要什么样深入到潭底才能钓到大鱼啊。你离钩三寸，你这个钩还离到这个真的底有鱼的地方还有三寸，子何不到？你为什么不能悟开？你为什么不这样做？就是你要放掉这些嘛，你要空掉这些嘛。他没有办法空。这个时候夹山愣了，他已经指出，他已经很明显的看到我没悟啊。然后我离钩三寸呢，子何不到？你为什么不好好入道？你为什么不能空掉？这个时候啊，他就愣在那里。那愣在那里，这个时间当然过得很快。那这个时候，这个时候的德成就问他说：“你为什么不入道？你说啊，你怎么不说话？这样子，你为何不到？何不入道？子何不到？他是问问题。这个时候他可能要回答，他嘴巴尖呐、啊，其实不是真的悟境，他嘴巴尖。”他只是要辩解，可是他已经知道，如果说你这懂的时候赶快跪下来，或者说啊我为求法怎么怎么，可是这个老禅师才厉害，这个三宁开口他想要讲话的时候，这个传子得成哭着就给用那个传讲哭着给怕了水，就掉到河里去了。然后呢他打落水，刹那之间是不是心慌，是不是在现象中？于是他打落水，哦，啵啵啵啵啵，啊，这个起来逃起来时阵，好，那正要回答话，可能回答话是好几种啊，也可能说啊，请师指导啦，或是什么，你来给我看落去，任何情形都可以，对不对？他正要讲话开口的时候，想要说什么时候，一语未出，这个船子啊，这个船子得逞，骨甲拍落去，骨落去水底。过来这一堆，然后头夹山哦，啵啵啵啵哦，头又出来之后，这个师啊，这个传子得成就跟他说：“道道，你说，逼他那个现前。”他说：“道道。”然后这个山夹山啊，想要回答时候，一个个砍落去，他又打上三次落水。他三次落水在水里。然后在水里这个时候豁然大悟，真的开悟了，开悟了是又打，然后他豁然开悟起来的时候，一惊师父怪怕，猛点了三下，他悟道，这是不可说啦，对不对？这里面呢，你想，你满腹子学问，你永远抛不开那些经论，抛不开那些经论，其实都是包袱啊，他不能忘。信手拈拿一个记什么什么什么啊，哪个祖师爷说什么，哪个法门说怎样怎样怎样，说了半天没悟，这是真的。那你给他想，在三次落水的时候，其实在状况中很忙欸，所有一切的知见都丢掉九霄云外，其实念头都干净了，所以
打落水再出来，打落水再出来，打落水再出来，点头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这个时候啊，这个船子得逞，他就跟他说，竿头丝线从军弄，不犯清波意自疏。他意思是说，这个线啊，你把它放下去了，其实都是在一个法门里面运作而已。刚刚不是在讲说啊，你要放到潭里，不是有放的动作，最主要是要深入潭底嘛，对不对？这是不是一个法门？这是不是经论的使用？所以竿头丝线从军弄，是不是这样？可是你在这个里面呢，你要不犯清波意自疏啊，你在这个里面还在颠倒啊，你头上安头啊，骑马找马，所以这个地方你要丢掉，最后这些都要丢掉，你这些都要丢掉，你才真的能够悟到。因为他已经悟了嘛，他只是在根据他前面跟他做一个总结。这个时候霞山呢就回答，抛轮直钓失意如何。他意思是说，如果我们钓鱼的时候一定要有这个竿子跟线嘛，才能直钓，难道不是吗？其实嘴皮子很利，这个假山，你都已经悟了，一般悟了就是叩首，啊，何其自信本清净，就把悟后的句子说出来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他还是在这上面跟师父在那边对，那习气，这里是习气，他意思是说，我读这个经论这么多，其实抛轮直钓也是需要的啊，失意如何，你难道认为不需要吗？然后这个时候哈，他已经悟开了啦。然后这个船子得逞，他就回答他，思旋绿水，浮定有无之意。还有一个钓竿跟钓丝的需要，表示他是悟开了，但是他还是肯定他前面的动作是对的，他还是肯定他三藏十二部啊、经论的背诵啊等等，这是对的。然后现在呢，还需不需要这些东西？他问师父。啊，这个得逞呢，船子得逞啊，他就说：“思旋绿水，浮定有无之意。你丢掉要丢掉啦，你丢掉，你说空也不对，说有也不对。”你应该撕在水面漂浮，这些东西还是有嘛，你以后可以拿去用。可是这撕在水面漂浮啊，那你习气呀等等这些都要慢慢的清除，因为你还是执着那个东西嘛，所以这些慢慢清除，慢慢清除，慢慢清除，这样子你最后真正能够见性。你明心了，可是你见性你还有一点点尾巴，还有一点尾巴在。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夹山他终于懂了，他终于懂得说，三藏十二部其实它是文字相，它是文字相，他只是看到语词而没看到悟到真实意。所以他自己讲了，他说：“语带旋而无路，舌头弹而不弹。”他说：“嗯，没有错，师父你啊，就是传子，语带旋而无路，你在说的地方。”其实看起来是都是绝境，那看起来也都是空，舌头谈而不谈，你所说的东西有说就像没说，而他以后自己也应该这样，语带旋而无路，舌头谈而不谈。他这是在比拟师父你所说的跟我自己了解说法而无法可说，法门而无法门可得，境界无境界可住。所以他就说出了这句话，就是一切是空啊，说跟没说是一样的。这个时候船子得逞，他很高兴，他很高兴你终于懂了。所以他说，钓尽江波金鳞始遇，我在这里垂钓啊，就要钓一条大鱼啊，终于今天钓到了，就是这是个弟子啊，我终于找到了一个传承的啊。他就说了这句很
赞叹，也在说实况，也在赞叹说你是条大鱼，得这个夹山真的悟了。他这种恭维的话不要听，山乃掩耳，他就把耳朵捂起来，我不要听这些废话，废话。我们世间人爱人波爱人关心啊，如果是修行到这里的时候，看起来是冷漠无情，但世间人需要，你又得需要，但是这个内心是善巧方便，但绝对是真心直心的意思。哦，我总算钓到大鱼啊！夹山不听，蒙起耳朵。那这个传子得逞，他说如是如是。嗯，对了，看他这个动作就知道嘛，他不再住这些，他本来是很机灵的对话，然后他就嘱咐他：汝向去直须藏身处，莫踪迹，莫踪迹处莫藏身。他说你这之后就走了吧，去吧，去呢藏身处莫踪迹，你要自己把自己好好沉静下来，不要现出你那个大架势，那个大法师的架势，因为你信众太多了啊。所以呢，然后他说莫踪迹处莫藏身，但是你没有显示你的法身这个法师的架子的时候，也不可以一直住在空境里啊，不度化众生呢，不真正去圆满做。他就讲这样的双关语，因为当时夹山法师、夹山禅师名气非常的大，所以他告诉他说：“你耳后哈，就要隐姓埋名，躲起来，不要让人家知道，好好的，好好的，就是明心见性，好好淬炼，悟后起修啊，习气修掉，万事圆融啊，要慢慢慢慢的来。”但是呢心境也不能一直住在空里面啊。然后呢他自己就说了：吾三十年在药山指明思事，汝今已得。他说我三十年在药山禅师那里啊，我所得的现在你都有了，我都给你了。都给你了。他后莫住城隍聚落，但向深山里绝头边觅取一个半个接续，无令断绝。他说以后你就到一个比较乡野的地方，不要人聚众的地方，因为啊你的还不稳定。所以这个地方他叫他说你莫住城隍聚落，但向深山里啊绝头边，绝就是农聚低桃啦，像这种叫绝，觅取一个半个接续，去找一两个，一个是传承下去，这是勿令断绝，不要让佛法给断了。山乃慈行，频频回顾。这个夹山听了之后到岸了嘛，他就知道了。会不会这样做就看人啦、啊、这个他就身上湿哒哒的，被打落水三次，他就背了个包袱，然后就往头回头看自己的师父。当然可能是感恩师父，可是可能想说啊，悟开就是这样哦，原来悟开就是这样，还叫我都要藏起来，不要马上去现锋芒啊，韬光养晦啊。啊，这个时候呢，这个传子得逞站在船头看，他一直回头，一直回头，他知道这个心里还有迷惑，这个就是明心见性的功能还没有发现。就是大家要知道，就是明心见性，它虽然是这样，它是一个完成式，明心是一段见性，真的功能展现出来。他就跟他说：“你不急呀、啊，不要急着这样去当这个大法师，因为你有很多很多事情还是过去的习气。”然后呢，他就在前面啊，回头啊，往前走。这个时候，传子得逞就忽然大声叫：“和尚！”他一哄叫和尚习惯啊，这个夹山马上回头过来，哎，你看，人家在叫你就回头啊，是不是？他马上回头过来，然后是竖起脑子，这个师啊，这个传子得逞啊，
他就把那个船桨竖起来啊，把它竖起来。他说：“汝将未别有，你以为还有什么东西没交给你吗？这样啊，汝将未别有，你以为我有什么东西暗砍暗砍沙波，是不是？乃覆船入水而逝。”于是自己就把船打翻落水死亡。生死不是那么一回事，很震撼哦。我们一般会怎样？哦，找到一个佛祖啊，阿弥陀佛，老朽老矣，回去作画，对不对？可以云游四海，无怨足矣，无怨足矣。但是这个德传子德成，他生死不是一件事啊。他为了要证明给这个弟子说，汝将未别有，你以为还有别的吗？西游你看更是自在了脱，你以为有秘密不传给你吗？坚定徒弟的信心，很感人哦。所以这个就讲佛佛为传本体，师师密付本心，只是秘密的托付本心。那这是这一段。那接下来呢，当然是五祖跟六祖的对话。接下来一为争端，指汝勿传，若传此一，命如悬丝，汝须速去，恐人害汝。慧能起曰：向啥处去？祖云：逢怀则止，遇会则藏。这个地方啊，五祖又交代慧能，他说作为传承的这个祖一啊，常常是争夺的主因呢，因为他自己这个衣钵也曾经被盗过多次，我们上次讲过嘛。指汝勿传，就传到此为止，就传到你这一代，你以后不要再传这个主衣啊，不要再传这个衣钵啊。若传此衣，命如悬丝，如果继续这样传下去，只会让自己的生命面临到很危难的、很危险的一个境处啊！那命如悬丝，难保啦，难保朝夕这样子。你赶快离开，以免有人要加害于你。你看，这修行多辛苦啊！众生的名利心啊，众生想要去得到这个武林宝座，能够武林至尊呐、啊，吼、哦！那、啊、这个是所谓佛法里面的传承啊。说修行修行啊，要碰到这个还真的放不下，真有人还是会害他，后面真的是害哦，还追着跑啊。这个慧能呢，慧能呢向五祖忍和尚就问啊，那我要到弟子要到哪里去？虽然你悟开了，自己的因知道破了，自己的缘是在当下，自己的果是没有限的，修行就这样啊。你说悟开，悟开那一刹那，天地之间切断过去、现在与未来，但是所有的因缘果看不清楚的，还没有一下就清楚的，所以悟后起修就是这样。你在所有一切状态当中，世尊呢？世尊不是目睹星空吗？大彻大悟啊！他知道，哎呀，这个众生跟佛都一样啊，具足清净，这个清净觉性，清净智慧德相。那后来呢，世尊把自己生命里面所有的过去现前呢，他过去曾经是牛是马是狗是人是男人是女人是什么样的身份，跟他面临他视线八相成道嘛，这个过程里面对于自己的未来要走的所有的状况，大家在提问的时候，他过去的因所有的果是不是都明确？我们修行就是这样子啊，我们知道啊，一切唯心造，
一切过去的因，过去种种是我执法执，如昨日死。那么你的未来看得明白吗？不尽然现前，也没有起心动念，所以也不会说真的去知道，这个是当下的过程。所以慧能才问他，然后五祖就回答，逢怀则止，遇会则长。因为他看得明白，因为他看得明白，他看得明白你的根气，他看得明白你的走向，他看得明白你所有可能遭遇到的现况。所以逢怀这个 地方呢，你就可以止，就是停住。遇会，那就要好好的在那个地方长生，这样的简单的话。慧能三经领得衣钵云，能本是南中人，素不知此山路如何出得江口。吾祖言，汝不须忧，吾自送汝。慧能呢，在三经的时刻得了传承，领了衣钵，然后就跟吾祖说，慧能啊，我出生啊，本来就是南方的人啊，向来不认识这山里的路，因为他只来一次啊，只来一次就在堆房里8个月。所以我说，他说啊，我向来不知道这路怎么来去，如何才能够出得了这个地方到江口。那吾祖就回答他，你不用担忧，我亲自送你走。状况接下来，祖相送直至九江驿，祖令上船，吾祖把橹自摇。慧能言，请和尚坐，弟子何摇橹？祖云，何事无度汝。这个吾祖啊，就一直送慧能到九江驿，就是渡江口的地方。那吾祖就当然就有雇了一条船，让这个慧能上了船，然后吾祖呢自己摇橹，就自己来当船夫渡他过去。那慧能看到师父啊，这个摇橹渡我啊，他就说，请和尚坐，师父您坐，理当由弟子来摇橹，来掌舵，来摇这个船。吾祖回答，何事无渡汝，应该是我来渡你啦。慧能云，迷时失度，误了自度，度名虽一，用处不同。那这个慧能当然这个应对里面呢，也是感恩也是感慨啊，也是事实。他说，当迷的时候啊，未悟迷的时候，是祖师来度众生，来度我啦。但若觉悟了之后，就应该要自度，就应该要自度。后面的日子发现开发你自己的佛性之后，是谁在过日子？是自己，对不对？已经没有祖师爷了，因为你已经发现你的佛性了，还有谁可以给你什么东西？那是你自己本来的东西呀。觉悟了之后就该自度，度一样是度的名字，但作用不一样了。然后慧能又说，慧能生在边方，语音不正，蒙师传法，今已得悟，只合自信自度。慧能他就说了，我是生活在偏僻的南方的地方，所以我说话的口音啊，不是很字正腔圆啊。今天承蒙五祖忍和尚祖师你传我佛法，我今天已经得悟了，就应该要自信自度。他是在对谈，这一句一句对谈。祖云，如是如是，以后佛法由汝大行，汝去3年无方世事，汝今好去，努力向南，不宜诉说佛法难起。这个五祖忍和尚说没错啦，因为对谈之间呢，自信自度表示他以后懂得啦，这是很平常的对话。吾祖就跟他说，是的是的啊，用处不同啦，你今天已经得悟了，就自信自度，以后佛法就要由你好好的弘扬出去，在你走后3年我才会离开世间，是不是很明白？
我们现在可能明天走都不知道。众生在颠倒中看不清楚自己的路，其实像很多大德修行到某个程度是知道的，他是知道的，他知道什么时候啊，到底能不能过，到底会怎么样，那是另外一件事。但是以前的大德在这上面确实都有一些记录。他说你离开之后3年我才会离开世间，你现在好好的去努力向南方而行，努力向南，那就是你就只记得往南走，因为你是南方人嘛，你的口音啊各方面都是南方，你到北方的时候还听不清楚嘞，对不对？也不适应。不宜述说你要弘法，不要马上就去宣扬佛法，不用。因为禅宗所说的这个顿悟法门的这种佛法难起，不容易一下子就会大兴盛。而且你刚出喜年，你刚出生的正量，所有的磨练，所有体证什么都不稳固。这个古德就有讲，韬光养晦啊，慧能慈为足矣，发足难行，两月中间至大余岭。这个慧能就辞别了五祖之后，他就动身往南的方向一直走，2个月才走到大余岭。2个月是不是很久？古时候都是真的用走的。那我们看武侠或电视剧啊，那包括马龙 CC 呀，南京啊，要去欧洲旅行，行李就大咖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真的负担很重哎，好，对不对？要去哪里啊？3天2夜，哦，那行李的话20公斤啊，哦，几多少？那古时候的人呢，就是真的是这样子，就这样走，拿到哪里就一瓢水就喝了。到哪里啊？一个干粮啊，一个馒头啊，就这样过一餐。我们现在到哪里都多几间寿司店，靠菜靠家，我们的包袱太重了，都没有办法发足难行。哦，好，就说他走到大余岭。那另外啊，转场转到五祖这边哈，五祖归数日不上堂，这是小字，就是附带的意思啊。众疑。亦问曰：“和尚少病少恼否？”曰：“病即无，依法已难矣。”问：“谁人传授？”曰：“能者得之，众乃知焉。”这个是转场到五祖忍和尚的寺里啊。这个地方呢，讲哦，五祖忍和尚回到寺里之后，好几天都没有上堂，到法堂为大众开示，都没有现身出来。大众心中就很疑惑，然后就询问说：“和尚，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？那还是有什么事情有障碍烦恼了啊？你没有出来。”五祖忍和尚回答：“我是没有生病啦，只是衣钵已经向南方去了，就是这法已经难移了。那里也就是我没够改念睡法不要紧啊，因为我在找传承呢。”那大众就问：“问谁人传授？到底是谁？你传给衣钵传给谁？”这个不会讲谎话的啦。这个忍和尚讲：“能者得之。”这能者就是有能力的人得到了，当然也可以讲慧能得到传承了。众乃知焉，大众才知道。哦，战争开始了。这个地方，族后数百人来欲夺衣钵，一生俗。姓陈，名惠明，先是四品将军，性行粗糙，极易参巡，为众人先趁机慧能。这个之后呢，他讲完了之后，哦，就好几百人就向南方这样追了过来，只是想要把这个衣钵夺到，想要夺到这个衣钵，真笨呢，这以为拿到这个衣钵就是武林至尊吗？就像夹山一样，说的满口经论，心中不自在有什么用？但是人就是这样子，哦，就是这个
这个印信啊，然后这个就表示权威，这是虚假的。那其中呢，有一个僧人，就是出家了哦，他俗家的姓叫陈，名字叫慧明。他之前是当官的，做过四品的将军，就武官呢。他的个性及行为都粗糙，就是比较粗鲁，比较粗鲁，但极易参询，但是他极有心要参禅求道。有的人虽然说个性比较粗，就是比较性情中人，好听啦，比较粗鄙一点啊，但是呢他真的想学佛，真的想要参禅求道。他一马当先，因为他是四品将军嘛，所以一马当先呢，最先追到慧能。那这一段是不是现况很清楚？严禁菩提教育基金会自成立以来，护持佛法不遗余力，为法轮常转正法久住，敬邀社会大德发心赞助弘法经费。若蒙捐助善款，请汇邮政划拨账户，账号2271880722718807，户名财团法人严禁菩提教育基金会。严禁菩提教育基金会敬邀您护持弘法，共转法轮。阿弥陀佛。